你已经来到这里了吗？没有，九点钟。他怎么来的？之前有，他来的时候我拍到他来的，是吧？他在那边嘛。其实对他有期待的，对自己国家的。当然啦。那你就期待什么？我们期待就是不是要侵略人的。 要保护自己。今天是彻底来看他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是我本来就要来的，然后选了这个时间。对，怎么想可以多说一点吗？就是他可以很好的保护他这个整个舰队里面的所有船只，然后可以起到一个海上机长的这样，非常有实际意义的价值。 很多人都说他跟你这个美军相比有一点点的距离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认为呢？是有，但是的话，以后还会有第二、第三艘、第四艘，以后肯定还是会有更好。